Later. Oh. Chick-fil-A， 现在准备打车去酒店。下午一点，我们约了间谍博物馆，希望哪里好玩儿。我们去到那边见。蛮大的，还算比较便宜的了。多少钱来着？妈妈不记得了。这里是厕所，厕所好多镜子哦。嗯。白宫要走17分钟，对的。哇，这太阳今天好热，今天大概是夏天这个暑假最热的一天，30多度。但路上还挺好看的，路上这些景，华盛顿还挺干净的。嗯，对的。好晒啊！超级晒，太晒了。怎么走过来的？看，我们是从这边走过来的。我们从阳光大道，那边是对面是阴凉。我们应该去阴凉的地区走路。我们终于要来到阴凉下了。耶！好慢，我怎么感觉他们比我们走路还慢？嗯。远远的看一下方巾杯，爆米花，爆米花吗？面包，爆米花可以放大。他们抢来抢去，竞争激烈，大肥鸽子抢不过他们，抢不过那个小大肥鸽子，一个都没抢到，都被小麻雀抢走了。笨蛋，笨蛋，笨蛋。这个小麻雀，哎呀，被这个抢走了。小麻雀可凶了。这个叫做辣条子，这个是香菇菜心。这个香菇菜心长得好像糖醋茄子。我觉得它浇的酱应该还挺好吃的。嗯，它浇的酱和其他酱应该不一样。嗯，小盘大概是它的1/3。你之前点的是小盘大盘鸡？对，那叫小盘鸡。在这儿唱，遇到了一个很好看的家具店，进来逛。
们来猜价格玩吧。好呀，我们猜大件好不好？要猜就猜大件。行，走。体验第三个沙发，这个坐上去怎么样？这个坐上去还不错吧，估价999。挺舒服的，你来坐。那这个还好呀，这个价钱。哈、啊，比现在感觉1400都还好了。这个挺舒服的。哎呀，真好看这里面。嗯。So cute. Bye. Day two. 转过来，转过来。我们要去吃 brunch 了，好亮，好亮这个。是一家网红 brunch。是的，要排很久的队，有的人。替我们早上一早就去排队。来到大屠杀纪念馆啦，跟我们进去看看。进去吧，走。In a diary to write it, these were happy times. When I was 11, things began to change in our town. A group of people called Nazis took over Germany. They were trying to rule the world.就是 Daniel 他们被送到集中营之后，他们家人住的房子。他这个屋就是他们家以前住的房子。吃完觉感觉如何呀？ Okay. 新的一天开始啦，骗人。Disconnect.
12 seconds later. 这位小姑娘专心地玩起了手机。国会大厦，对吧？对，国会大厦。